带奶奶来美国已经有2个星期了，我们还没有出去玩过。今天呢是星期五，等开开心心放学了，我们就要去一个水上乐园酒店。虽然说是带孩子去玩的，但是肯定也是得把奶奶带上的。奶奶，我们马上出去玩了，收拾一下吧，我们要在外面过夜。去校车点接，开开心心放学啦！今天天气真好，真是出去玩的好天气。虽然我们去的是室内酒店，找个理由出去玩。自从奶奶来了美国之后，我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旅行啊、攻略啊，就想开着房车，带着开开心心和开心爸爸还有奶奶一起就美国转一圈玩回来。但是该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，所以我这个也很无奈呀。开房车这件事情又得依赖开心爸爸，所以我们就在附近的近一些的地方先开始玩起来。每个周末呢都换一个地方玩玩，所以大家持续关注我，一定要把关注给我点好了。开开心心磨磨唧唧的还不下车，哇哦，回来喽！开开心心，今天我们要去干嘛？游泳，游泳，游泳。入园，回去之后你们把自己的东西拿好啊。家庭吗？阿妹，太太也去啊。Yeah, she's swimming with us. 我不知道，下来吧。Bye. 你去把牙刷、牙膏放在那个袋子里面，然后你的衣服、游泳的衣服，还有明天要换的衣服都拿出来给妈咪，知道吗？好，妈妈。自从开心爸开始带着两个孩子以后呀，自理能力变强了很多，所以很多事情不得不自己做。现在我也轻松多了，他们可以自己收拾行李了。凯凯 ，Do you need help？ 凯凯要上车。哦，你就这一袋东西啊，奶奶。嗯。啊，记得拿护照。护照带了。啊，帽子不用戴，室内的。啊，防晒什么的都不用戴。现在装点水，一会儿呢还得把朵朵送走之后，我们再去酒店，送到一个朋友家去。那里面的水可贵了，3美金一瓶，所以我们去之前还得买点水过去。然后我还准备了一点零食，还有小孩子游泳的泳镜。这个是给奶奶准备的早餐，美国人的早餐奶奶肯定吃不惯。这个方便面也带过去，万一去那里吃不惯什么的，哪怕不吃再带回来都没关系。还有这月饼带着。奶奶，我可以介绍两个朋友给你认识。我朋友家的爸爸妈妈也去。我们去的那个酒店附近应该也有一些亚洲餐厅，到时候我们去找找。有一定要吃了尝一下。尝，这个是什么？上次给你买的麻花啊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我拿一个尝一下。就是我给奶奶奶买了一些小零食，有时候在家肚子饿了，当零嘴吃吃。可以啊，带去吧。嗯，谢谢。珍惜。嗯，豆豆。不带你去啊，我去给你找个女朋友陪你玩好不好？咪咪，哎，你干什么？给豆豆搬家。啊，在哪里？走了走了，走。把妈咪把东西拿好了。哎，对。你让妈咪先上去看看。豆豆 is trying to pick up his me. Are you ready? 出发。爸爸。嗯。Do you mention?You forgot?、Mm-hmm. Turn around. 奶奶、嗯、今天我们有4家中国朋友约好了一起过去的。这4家人里面8个男孩子。4家都是男孩吗？对，1家2个。你不困啊，卡卡？听好了啊，爸爸去停车，妈咪去 check in， 你跟星星看好太太好不好？你自己拍照啦啊，好啊，你也拍了，好。哎，我们现在去找房间了。我们睡在一楼，外面好像有景观。这一次订的房间就是离得很近，就不至于要走很远的路。离玩的地方离得近。快点啊，你们把衣服换了啊，一会儿去玩水了。不管去哪里吃饭，你先把衣服换了。我们打算拿这个咖啡机烧点热水泡面吃，因为现在已经6点多了，水上乐园呢差不多9点结束，所以我们吃晚饭呀，今天就玩不了水了。这个就是房卡，可以当房卡用。然后还可以拿它刷卡，你要买什么东西刷一下就好了。我想还是让开心爸爸带开开心心下水玩吧，今天我带奶奶在酒店转转，明天再下水玩。我们房间离大厅真的很近，走了，我们走了，上楼。奶奶，这个里面
有很多商店，等一下开开心心去玩，我们就出来转一下。我们要去水乐园，就要经过很多的商店，还有打电动。走吧，开开心心啊，激动的心已经按捺不住了。终于到达水公园的入口了。你们把鞋子脱了。那去吧 ，Go。哦，你不要担心，星星没事的。这个水又不深，那么多人看着。OK， 我帮你找。哎呀妈呀，小星星一个人跟在屁股后面。哎呦，跟着跑。星星。这个是漂流的，开开心心在里面躺着趟着呢。开开心心来了哦，这个是开开，看不，星星是哪一个？你找一找，开开那个啊，那个是开，哎、啊，那个是星星，开开呢？啊，开开，这个是开开吗？啊，这不是开开，前面是冲浪的，可以学冲浪的那个地方，那边前面是造浪的地方。它有浪的。今天就玩到这里了，我们要走了，要回去休息了。一会儿我们再出去散个步转一圈，再回酒店睡觉。这旁边还有打保龄球的地方，人还不少。这个是自己做一个自己的公仔娃娃，往里面充棉花。不知道你进来看看要吃什么吧。这里还有一个甜品屋，这么晚了人还这么多。这个就是沙发打开的第三张床。今天呢就先到这里，明天呢再接着给大家拍。晚安喽。昨天晚上没怎么睡好，这边呼完那边呼。奶奶起床吃早饭了，昨天睡得好不好？好了。啊好。哎呀，看到什么都要拍个照。奶奶，你跟着开心爸爸去吧。怎么啦？这是一个自助早餐，我们五个人吃一顿早餐可能要上百美金吧，应该要。果汁，喝不喝？水果，有就是饼，还有面包什么的。华夫饼，我给奶奶弄了点酸奶。这些你怎么就吃这么点呢？奶奶肯定吃不习惯了，我已经让开心爸爸去给奶奶弄鸡蛋吃了。这个是开心爸爸给你弄的，奶奶，热的，你尝尝看。谢谢，你都不吃点肉吗？今天早上吃的可能就只有这一碗，我觉得还是味道不错的了。哪个巧克力酱在舔啊舔？你没有，你脸上没有，星星脸上有。走了，退房了。我们今天继续去玩水，就是奶奶可能没不下水跟着我们，你会不会无聊啊？无聊。你真的是。哎，本来这个周末是带奶奶去这边附近的公园玩的，但是这个计划我们几家就很早之前就定了，所以这个星期来这玩，下个星期再带着奶奶出去走走。不过带着奶奶来认识一些朋友也是好的，因为我们这次有四五家一起来的。我今天已经换好衣服准备下水玩了。妈呀，迫不及待了。奶奶坐到里面去，可以跟阿姨聊会儿天，有个伴了。干杯。在这里买张卡，我们好去打游戏了。哎呀，肉麻死！哦，有了，这么大一个，看看会不会掉下来？掉！哎，没掉！哇、哦！快点，你去帮太太看一下，能不能夹得到？啊！哈，没有拿到，下一次争取。哎呀，脏！奶奶帮我夹一个皮卡丘。哦哦哦！
好，开开心心，还有太太，看谁赢，哪一个亮打哪一个，打打。开心爸爸在帮奶奶，星星这个是作弊啊。OK 就完了。哇，哎呀，长的老油上了。你问一下呢。来，走了走了走了，爸爸开车来了。妈妈，回家接豆豆啦。到家啦，我们到家啦，奶奶。这次你无聊了。下一次带你去好玩一点的地方，多转一下吧。这次主要小孩玩的多。行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拜拜。